这季节啊，车停外面没两天，刚洗完车又脏了。来，试试这东西啊，这咋用的东西？这东西你往上喷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拿毛巾擦。就拿了毛巾擦行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就这样擦吗？没错。哇塞，真亮，可以照镜子了。哇，还真滑呀、啊。来，你倒点水再试试。好嘞。哇塞，这水都不咋沾了，你看看。哇塞，你这大灯玻璃能不能用？必须能用啊。哇，真好。车子镀完膜，车漆非常亮，小姐姐照一下补个妆都没什么问题。我们的这个镀膜剂呢，光泽度增加 30%， 疏水持久性114度，指标是高于行业标准的，镀膜效果有保证。你先把镀膜剂啊均匀的喷到车身漆面上，放个3到5分钟左右，用干毛巾擦匀，擦到它光亮就可以了。那看到镀膜之后呢，太阳门不见了，车漆平整光滑，另外疏水性也是比较好的。你把水淋到漆面上面啊，水滴是直接滑落，像荷叶一样，效果也是很不错。那么就算后面在户外停车又遭遇什么鸟屎啊什么的，你只要用水稍微湿润一下，鸟屎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擦掉的，不会留下印子，效果也挺不错的。朋友们如果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的，想要试试看的话，可以点击下方购物车入手体验一下。